黄战三十秒，全是小技巧。大家好，我是十七，今天给大家带来黄战三十秒的第六期视频。拖更了很久，黄战小技巧学到一招是一招。第六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利用低费卡拉怪加火球清场解女武神平推流的套路。对面女武神加骷髅海的套路，然后后面跟了一个火枪手，中间下低费的小骷髅进去，然后不让女武神拉开战场，顺势火球清场。火球的预判适用于很多人海进攻的场景，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